教囡仔时势孝养爸母啊，讲养亲啊，爱啥养爸母之志啊。自己呢爱家灌输，爸母爱互有正确一个观念。希望伊安怎呢？希望伊伫咧社会上会当做一个正人，做一个君子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善人。咱卖讲甲做圣做贤啊，最起码做君子做好人啊。绝对唔通灌输互囡仔讲，希望你后摆赚大钱、发大财、做大官，唔通灌输这种观念。爱灌输伦理道德的观念好，这才是正确。那么，如果那是有机缘学会了，咱更加会当用父母之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伊教予咱的是啥？做佛做菩萨。那么，咱个人呢，当做菩萨做佛呢，哦，安尼咱的亲人就得大利益啦。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护念嘛，两天神神绝对会保佑咱的亲人。为啥？因为伊的囝、伊的孙是菩萨是佛吗？下面还同款呢。佛菩萨的时段，两天神神哪有可能无拥护的道理？由此可见，用亲之道就是认真学佛啦。你真正做佛做菩萨了，用心你得做到，真正做完满。那么，对于咱念佛人来讲，如果你这世代人真是念佛，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按你用心的功德完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亲人无论伫咧都是道啊，无论伊对路伫咧都是道啊，无量劫以来的亲人啊。不管一去到的是多，只要缘那信息，你都会当去度化，去帮助伊，伊必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是你的亲人，你马上有迄个能力去度化，你化身去度化，伊马上得到，伊随听你的，因为你跟伊是亲人嘛。伊虽然袂认得你，但是迄直接的感觉，伊绝对随听你的。所以你看咱即马伫咧这，尤其是阮这出家人啊，对这做有感觉的，这缘的问题。迄缘呐好，缘呐善，你若结善缘、结好缘，你安那解讲，伊就安那听。这尤其是阮出家人，徛咧弘法这个阶层的，会做这个工作的人，上加有感觉。那缘呐无好啊。你安那改讲，伊就半信半疑，这是真的。这缘真重要。那么，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度化咱遐家亲眷属，不管是这世代人爸母，或者是无量劫以来的爸母，度化的，人非常的简单容易啊。这才是用心做教我们。就最近，咱有一个莲友菩萨了。可能无真好，因为即摆咱做 X 光啊，全面检查，那么伊嘛因为即摆检查呢，检查出来应该是伊过去一个大病院做过断层扫描，应该是无好。后礼拜因呢，还过去病院做切片，那么我对伊呢非常佩服，嘛感动。伊无一丝丝的恐怖，袂惊。伊看过老和尚请这个大陆刘素云居士啊，出来讲伊这红斑性狼疮的过程啊，伊家己信心嘛在足。伊毋是要求好，伊讲伊一定要当个西方极乐世界。咱连连有人陪伊去，伊甲咱连友讲，伊检查出来医生甲伊判定正确个。确实，肺部出问题。我讲出问题，恁知啦吼，那癌啦，出问题。那么，伊讲，甲咱边个人又讲，哎呦，好假赛检查出来是有啊，啊那无我会作失望的。你又他刚刚发，你讲的是啥话？伊讲啊，啊那检查出来有，我就要紧等来见阿弥陀佛啦。
心心念念要等于见阿弥陀佛。那么我想，伊甲我讲师父，我无爱接受化疗，讲好，师父支持你。你若够有决心，我会参详帮助詹素贞居士安尼帮助你。但是我有甲伊讲，爱心你准备哦，后面可能较痛苦一点。伊讲师父，我唔惊，讲安尼就好。一定要送伊去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甚至又跟我说，师父，我不是只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要拼到预知时事，说有这个志气最好。说预知时事，师父，我一定跟你说，说好，我等你跟我说。对啊，坚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功德才会圆满啊。这个世间啊，无什么通好留恋的。这个菩萨伊一生啊，嘛真苦。我问伊，伊今仔日来见我，我第一句问伊，会惊未？讲是未惊，无感觉。讲还佫有甚物放未下的无？伊讲无啊。我跳过伊，佫甲牵出来。讲啊，你毋是佫一个老翁吗？你毋是佫有一个甚物某某一个查某囝安怎吗？我跳讲佫较刺激，讲是迄个拢放下。我来做菩萨，我才有法度帮助伊。讲对了，正确，有这个观念就对了。你无做菩萨，你干那等在想咧放不下，你根本嘛帮无在来帮助伊呐。安尼经有听落去，对，我替伊真欢喜。那么如果咱真是无外久将来爱来帮助这个菩萨，也希望咱过一年又大得个，大家爱尽心尽力啊！加送一个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阁甲伊讲啊，你若后摆去到极乐世界，咱的年幼包括师父若要往生的，你爱个阿弥陀佛来啊！伊讲会一定会，我一定来。只要咱的年幼要往生，我一定会个阿弥陀佛来，安尼就对啊。那么这就是讲的永亲，变来做个圆满呢。附带呢，讲者，这个菩萨让我真佩服，确实是无惊死，确实是放下。那么下面搁再介绍净量，拄则从永清呢做一个简单介绍，那么起码咱来看净量这两字。那么净量这是对国家对社会。大众公共的这些事业来讲的，那一般咱上简单的讲法就是，你负责尽职，负责尽职，这就是尽忠的待遇，大概意思。那如果那是要讲到伊重要的意思呢，尽忠这两字就深了，哦，会讲是凡夫啊，所做不到。不是凡夫会当做教的吼，迄个真高真高的修养。不过这道理虽然咱不是咱凡夫做会教，道理咱嘛爱捌。中，那讲伊上个深的这个道理呢，就是心地真诚到了极处，无一丝丝的偏斜，连一点仔偏都无。这叫做中，所以你看，中迄里啊，就是一个中的中，下面一个心，就是心无偏向，叫做中。咱一般常常讲，大公无私啊，大公无私就是中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讲，如果还佫有夹杂一丝丝家己的意思伫咧内面呢，就不中。所以为众生服务，真真正正会当尽忠心嘛？做到真正忠心是啥物人？做上原本的就是诸佛如来的发心菩萨，因才会当从忠这里做到圆满啊！生活界内底属性，一忠都无圆满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的无明也未破，就算他无结集私心呢，他也结集无明。
所以也中也不完满。那么如果来参求咱凡夫做代志呢？咱凡夫是夹杂无明、夹杂分别、夹杂执着，无明分别执着就是自私自利呀。虽然是迷失的自私自利，根本的自私，那是一种根本的自私自利，但是那就是使咱的心呢有偏狭了，不中了。所以中之理呢，确确实实是无容易做到啊。那么在中国八德内底啊，你看中伊是排在了第一点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，伊排在了第位。当然八德还有另外一种讲法，伊是排在了第三位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讲八德。那么古圣先贤有这两种讲法，各位大家要知道，这两种讲法伊并无矛盾，它没有矛盾。两种讲法拢好，咱听了后，老和尚教咱呢，一定要知道，圆融贯通，唔通执着。安尼，咱家己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利益啊！所以，世出世间与真正的学问，拢无冲突啦。凡是有冲突、有争论，坦白讲，迄拢唔是真实的学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实的学问是为性的流露出来嘛。甲性的相应，变哪有可能有矛盾、有冲突呢？那世间的学识，伊有争论、有冲突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世间的学识，伊是为情识内面流露出来，情识伊毋是为性的。那情识每一个人无同款呐，所以难免伊都有争执、有冲突。那心性、性德是同款的。所以绝对无冲突嘛，无争执嘛。尤其是佛法，你讲佛伊对咱的要求，是要求咱爱明心见性啊。唔管你是倒一个宗派，唔管你是倒一个学问啊，这个法门，佛以教学唯一的目标，就是这明心见性。那么，伫咧咱。要未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阵啊，佛伊确实有。那你不要讲伫咧这个识一挂方便法门啦，方便法门就是咱即马讲短程的目标啊。敢那咱咧行路啊，啊，这条路真长啊。比如讲，阮去缅甸去这个第二重灾区啊，呢一撮路开向中马，小休困一下，对。方便法门就是当中好像是休困站嘛，短程目标吧，临时休困的呀。那么以终极的目标就是啥呢？明心见性。所以唔那是禅宗的人，讲是明心见性啊，教下嘛同款啦。教下伊讲大开眼界，净土宗讲你一心不乱，拢是这种境界，明清无同款。境界拢同款，拢是明心见性，这是咱一定爱知啊。那么伫咧咱现前啊，啊，当然拄下讲的这是比较客观的境界啊，讲到尽量啊，哎，大家发心大事做佛如来的境界，再当做圆满。不过伫咧咱现前尽量这两里边咱做法呢，比如讲。我是出家人、哦、那么我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将我自己所学的全心全力去弘扬去推动，这就是尽力。无论你是弘法或者是领众修行，在你自己的这个界位面顶、啊、你将这个工作做好完完满满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就是尽力。这是出家人如此，在家人也是如此。这是咱现前做一教，一个用心尽忠啊！这句咱就介绍到这。
下面一句，伊讲内外谨慎，这内就是指心地，外就是指身口。所以这内外就是咱一般所讲的身口意三业。唔，爱谨慎，谨就是谨慎，爱善良，善就是善良。那么这里善，买当个动作圆满来讲。真精神做个真圆满，内外精神。那么也就是讲，身口意三业的善行啊，啊表里一致，表里一致，不是咱讲的口是心非，不是口是心非。所以爱做个菩萨的标准啊，心的、言的、行的。人讲德心是道德嘛？马明菩萨伊伫咧《大乘起信论》内面，甲咱讲菩提心嘛，第一来讲德心嘛。不过德心的意思呢，比较较深，一般人啊，真容易呢体会唔到去。所以咱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佛内面所讲的这个菩提心，甲伊合起来看呢，比较就较明白。观经面顶佛里甲咱讲自性心嘛，德心就是自性心嘛，就自性到了极处就叫做德啦，心德言德啦，所以心自性到极处，这是心德啦。那言呢？咱的言语自性到了极处。无一丝丝的希望，这无一丝丝的希望，都要用金刚经的标准。佛在金刚经教咱讲，如来呢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共语者、不异语者，是叫做言的。这种人都不是一般的标准了。那么净空师父、老文殊一种这个。大菩提心嘛，又换一个名词来讲，伊讲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咱的心，甲这十二如果那是相应，完全相应。咱的言，甲咱的行啊，伊自然就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是根本啊。人讲为根本修啊，心那是得的，言跟行一自然的得。虽然讲的是天人之道啊，反逆如是啊。那么如果那是对别人拢是虚伪，那么虚伪各位都爱知啊。那是对别人虚伪啊，对家己也是虚伪。这就是咱今天所讲的自欺欺人啊。人若是自欺呢，伊一定就欺人；人若是无自欺呢，伊就一定未去欺人，伊就未欺骗别人。那么一个自欺欺人的人，伊家己欺骗家己，伊敢知呢？伊唔知。为什么伊那唔知呢？因为伊未学，伊无明加解惑掉，所以自欺伊才会欺人啊！所以这个所在，咱讲内外精神啊，老文殊教导咱啊，绝对唔通自欺欺人，一点点想着，点点爱记哩。欺人伊必定自欺，不欺人伊肯定不自欺呢，伊就肯定不欺人。咱会当做到不自欺不欺人，这就是内外精神，心的。言的、行的、内外精神，这有道理。咱会当思想大德为这个所在认真学习这句经文。那么下面搁一句，伊讲心口相应。那么这句呢，就决定爱学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诸佛菩萨的心口才是相应。
凡夫即句无法度做到，真难啊。那么第一楞严经面顶有一段话，世尊对阿难尊者所讲的。那么世尊伊讲啊，讲你今仔日想要求无上菩提，想要求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也就是讲你想要求明心见性啊。那么世尊伊对阿难讲，如果你若真是想要求，你真正想要得到，佛伊讲啊，你应当得心求我所蒙。应当执心酬我所问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爱用真心来回答我的话。那么下面又佫讲，伊讲心的言的中间应无诸微曲相，心之言之啊，中间永无诸微曲相，这是经文。心即行，言即行啊，迄、那个中间就是讲啥呢？就是讲，你为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就是这个中间，永远保持自己心的原力。用咱净空老和尚所教导的句句话讲，永远保持自己真诚清净平等正觉自明，一切是一切处啊，无论对什么款的众生，一切人事物。一分一秒刹那都未用的离开，那么你的佛道啊，肯定这世代人会当进的。这是世尊的真实教诲啊，嗯。所以心口相应，这句经文啊，安来遵守。这个教诲，为初发心到如来高地啊，心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如明。那心如是，言也如是，行也如是，心口行这三种拢是如是，这叫做心口相应啊，这叫做内外境界。那么简单安尼介绍者。下面讲，可得为世间事，不可得为世间理。那么这两句话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出家弟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弟子伊嘛无离开世间嘛。那么既然无离开世间呢，伊这个世间事总是围绕在咧身躯边啊，会用做袂呢？我这个所在讲啊。行的做啊，可得为世间事啊，世间事会当做啊。不过，不管是在家出家啦，就算是在家弟子呢，各位个也未用有世间意，不可得为世间意，未用有世间意啊。那么这个话呢，这个味呢，真深真长，意味深长啊，真有味啊。老文殊在咧讲说当中啊，伊引用这《六祖坛经》内底呢，因家大师的一段故事咧，啊，来甲人讲。因家大师伊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后啊，伊当着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这弟子，那么这弟子介。交谈了后呢，发觉诶，我这位法师伊无简单啊，知伊有来历，知伊有相当的境界，就问伊讲：你修到这个境界是甲谁学的？你的老师是谁？那么应该大师讲我无老师，是我家己证悟的。伊讲这个弟子这个，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这个讲安尼袂用的咧。我常常听我的老师讲啊。讲这个威音王佛以前啊，无师自通会用的啊。威音王佛以后，讲无师自通啊，讲真是天然外道啊。所以伊可讲伊讲，你应当爱去找我老师，和我老师甲你证明者。伊就问讲，你的老师是啥？讲我的老师就是周克六祖慧能大师。
我那个应该大师得去，请六祖为做证明啊。那么，伊真实是明心见性啊！伊见了六祖了，六祖真实嘛替伊做证明啊！伊证明了呢，伊就要走，伊就甲六祖告假，讲再见，我要来走。六祖大师就甲讲：你为什么才发紧呢？老一讲吧，大只嘛嘛。哦，那么伊就想讲，这为证明的老师叫伊大好啊，我就大只嘛。做应家大师有一个，某一个雅号。人称一秀感，人称一秀绝，大只暗就讲我其实不是，那是一种雅号尊称的。啊，当初是伊见六祖的时阵，六祖慧能大师第一句问伊什么呢？问伊讲，你要有分辨吗？那应该大师伊就应一句话，六祖大师为证明开始开了，什么话呢？伊讲。分别亦非义啊！你看啊，这句话就甲这句世尊在这个所在讲的这两句意思同款啊。分别就是世间事啊，但是一无义，非义亦非，非义就是一无义啊。有分别，但是一无义。若所慧能大师在念头讲：逆如是呢，我亦如是啊。汝如是呢，我亦如是啊。所以，包括应伽大师、六祖大师，乃至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因伫咧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大众，是毋是要分别？是毋是要有这种呢？讲实在话，有啊。无分别，无去都变哪接触大众啊？迄是世间事，可得为世间事。但是伊无义伫咧内底，也就是讲伊无心嘛，心是清净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心甲口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义无，安尼就对。如果义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安尼就唔对啊，迄叫做轮回心嘛。那无义，这个无义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。唯识经论里面讲好，唯识经论里底讲八识啊，八识咱会用讲八识，咪当叫或者八心王，或者也会当叫八义。那么应该大师伊讲伊无义啊，无义的意思，咱会用换一句话讲，伊就是无用八识。那无用八识，伊用啥物？伊八识转过来。以转八识为四谛菩提，转八识为四智菩提啊！所以以分别一回，伊用啥？伊用谛，伊毋是用义。由此可见，伊用啥物啊？伊用大圆净谛，伊用平等性谛，伊用妙常妙观察谛，伊用行所作谛。也就是咱一般讲，伊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谛啊，伊转摩那识为平等性谛啊，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谛，伊转净五识为行所作谛。人伊是用这啊，那咱凡夫用什么呢？咱凡夫用八识，就是用阿赖耶、用摩那、用第六意识、用净五识，这叫做轮回心嘛。那么各位在这里用轮回心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就算是学佛念阿弥陀佛，拢是轮回业。用心不同款吗？因为用轮回心所做一切业，拢是轮回业。用轮回心学佛，用轮回心念佛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讲，伊是善业吧。较好啊，啊，因为为什么一个部在咧三善道嘛？能讲人天福报啊。所以今仔日咱伫咧这个世间，看到一些大富大贵的人，因安怎修的呢？因就是安尼修的，所以出不了三界啊。确实有大福报，
但是等福报享尽了，又搁爱对了。所以佛这两句话重要啊。世间事会用得做无呢？会用得做。为什么呢？华严经讲得好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吗？那么众间于到底三性伫咧倒位呢？就是三性伫咧世间义啊。有这个义就麻烦啦。咱伫咧华严入法界品内底啊，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你看。那五十三位啊，真正呢，咱所讲的大修行人啊。那么清凉大师在《华严注解》里头讲什么呢？五十三参嘛，清凉大师一句话讲：历史人心嘛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句话来讲啊，总体来讲，历史人心嘛。历就是经历嘛。历经历的是啥？可得为世间事，世间事会用的啊，会用的经历，会用去做啊。那念什么心呢？不可得为世间意，这是念这。你看善财童子，伊什么人，伊都去，不管好人歹人，好神地色、歹神地色，伊拢去。什么事，伊都去参悟；什么境界，伊都拢无回避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知影，迄拢是修行啊。修行呢，总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咱一般所讲的梦想分别执着啊。伊伫咧这一切人事物当中念什么呢？念不起梦想分别执着，就念这个功夫。所以各位要知影，一起梦想分别执着呢，家己马上就对了啊。也就是讲，你已经用世间意啊。一起梦想分别，你就是对这个世间以来的决定对了。那你若是无用世间义呢，就向上提升啊。所以善财童子伊无用世间义啊。你看伊在咧五十三参内底呢，伊真正是步步高升啊，步步高升啊。伊参风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。吉祥云比丘是原教初住嘛？伊参访伊，伊家己嘛正伫初住，初住圆满，跳起咧立住。伊参访海云比丘，海云比丘是立住菩萨嘛？伊去参访伊，伊家己立住圆满，伊跳起咧三住。伊参访妙住比丘，妙住是三住菩萨嘛？伊去参访伊，伊家己三住圆满，跳起咧四住。你看伊真实是步步高升啊，升这两个。为什么有这样殊胜的效果呢？这就是华严经科判最后一段，清凉大师伊给咱点醒啊。讲乱得礼数啊，念得礼持啊。迄乱得的是啥？感恩啊，感恩才会神地识来磨练你。因为一切人事物，伊若无经过，伊要哪会知伊的梦想分别执着有真正断掉无呢？我譬如讲，别人请你食饭，伊甲你准备一顿真澎湃的这饭菜，那么你欢欢喜喜食饭的时阵，但是你的心啊，就甲初地淡饭同款。拢无差别，无分别，这就是你无世间义啊！你伫咧享用这顿饭菜，这是世间事啊。但是你若是无世间义，你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这就是你境界向上提升啊！你就是无世间义。如果你咧吃的时阵起一个念头，哦，这饭菜比我平常时所食加这么好食，安尼就完去。就是嘛，你就是对的咧，世间里来的呀，就向上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贪心起来啊嘛，贪心是烦恼啊。外面的境界引诱，和你升起贪嗔痴，这就是对了啊。那道病呢？如果你经历这境界啊，但是你完全对不动心，
这就是你境界向上提升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外面的境界哪有善恶，无善恶啊。亲切是讲，大师伊讲得好啊。竟然无好抽啊，好抽起疑心啊。这境界好抽就好歹，境界真正是无好歹，好歹为着咱家己的心啊。最近哪里，咱也是修行对路，千万唔通去怪外面的境界。你去怪外面这一切人事物啊，是大错特错啊！能错中之错。可是，如果咱家己的境界会当不断向上提升呢，都并咱来安怎？爱感谢外面的这些境界。外面的这些人事物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无伊来给咱帮助，无伊来给咱磨练啦，咱无办法放下世间伊啊。再或者讲，不可得为世间伊呢，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这句话咱来学向呢，伫咧这个世间的代志，唔管你做多几种行业，唔管你面对什么人事物，拢总讲得完物。那么今日就是这句话咱袂用学啊。大多数咱凡夫是安尼，随着境界伫咧起落啊，境界深呢，起贪心。境界不深呢，这个境界呢是逆境呢，起嗔恨心。最后你讲了我们的学佛，甲咱世间事有冲突无？甲咱的生活待人处事有冲突？无冲突啦，根本都无关系啊。其实有关系是为倒会产生的，是为咱家己的心所产生的啊，根本甲境界都无关系。就会向的人，你也看嘛，身材同处会向啊！伊参访五十三位神智识，咱老文殊定来讲啊，迄内底有三位恶智识啊，代表贪嗔痴啊。但是伊伫咧伊遐参访的时阵，伊境界嘛是提升，伊根本就无何遐恶智识讲害伊怎啊对了，伊无啊，伊不但无对了，提升，学佛确实是爱安尼。当然，这個境界。唔是咱凡夫会当做教的啊，是虽然唔是咱会当做教，嘛是爱学，因无安尼学呢，咱都无在了摆脱生死啊，摆脱生死都无得脱离啊。这生死的代志，生生世世无停止的时阵啊，包括咱念佛想要求往生，嘛爱安尼学，为什么呢？安尼学，咱念佛心才会清净。烦恼才服得住啊！那若无你啊，看有真侪人念佛念一世人，你甲看，甲伊初学的时阵差无偌济。如果你若是自头至尾拢捌伊，比如讲你自学师，你看伊五年、十年，也是安尼，无改变，真正无改变呢。学人伫咧这三年半才几年。看人唔敢讲无数啦，嘛看出侪啊！你看伊学五年、十年，来香港嘛七年啊！你看伊住来香港，个只嘛有改变，无改变？为什么？就是这个问题。未向伫咧外面的境界，即面对这一切人事物，未向练家己的心嘛？未向练家己迄种。不去梦想分别这种，袂用去转，讲啊简单，袂用去转家己的心，一时时伊都无转。所以伊学佛是变啥呢？伊学佛就是伊来佛堂是学佛，伊打出来佛堂同款，甲伊过去同款。伊来佛堂是随顺，讲伊随顺佛法嘛无啊，同款是随顺烦恼，但是伊接触的就是佛法了。伊来佛堂，伊确实是接触佛法，但是伊是打出佛堂，伊就无佛法了。完全随顺世间意，完全随顺家己的梦想分别之着。
你看到真济动手来了，因确确实实是安尼，这是一件真可惜的代志，这嘛是一件真可悲的代志。所以咱今仔学这两句啊，伊把咱讲起来滴个，咱加想滴，可得为世间事啊，世间一切人事物拢会用个经历，可得为就是会用个经历，会用个做，拢无问题。但爱在这世间法内底、世间事内底联想呢，不可得为世间理啊，未用个起妄想分别之道。在内底，尤其是分别个七条啊。上界严重的，家己爱安尼来学习，安尼来练。我今仔日呢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下面咱继续讲也讲未完啊，咱就讲到这。那么最后啊，学人啊，希望咱各位大德菩萨啦，尤其是咱香港的同修大德啊。学人也常常讲啊，咱这个学会，我一直希望咱拢是共一个目标，共一个方向。大家一心一意呢，就是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要强调这呢？各位啊，因为只有一心一意的，迄力量才大，迄以种克种的力量才大。迄就是咱讲一般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而且迄力道爱齐发，绝对唔单散散散散的，散散了迄力力头无啊。即摆我即摆我头一讲，我讲到这，我就甲上师甲真师因讲一个例，讲这大众的力量呐，齐发的力量偌大。第一讲啊，我去迄、那个。咱正经唔是有甲一个村做十六个寺吗？哦，我去遐甲看者。那骨卡入去内底有一个砖头，因缅甸有叫做马吉嘎，这个村啊。因迄个村上欠水，而且伊爱乌足深的，迄个碰埔爱深度爱乌头三百英尺。咱头前个卡冰窑，迄乌头不到五十尺都有啊，迄水都足深的。伊遐爱挖个三百尺，那么代表挖愈深的地区，就代表迄个地区愈欠水。那么我去甲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迄个所在啊，我即阵看当下了，我嘛才了解讲，挖这个碰埔啊，迄无行情啊，无价钱。为什么呢？俗有俗到一个美金八十块、一百块就做会开。贵有贵个，参像即个，我讲即个乌三百英尺，伊开五百美金啊，甲一支塑胶钢造出来，剩个拢无。我去看的时阵，一支塑胶钢，我有翕相片，会用大声来大家讲，一支塑胶钢，盖一块挂，因为无抽水机通啊抽，无碰浦啊通啊抽啊，水袂用的，因为说迄遐尼深，用遐的，迄遐袂起来，遐用抽的，毋是用电的，无就爱用柴油机。带动迄个抽水机、抽水泵菩萨抽的。那么，因为咱委托伊做的这个菩萨叫做小杨啊，已经开到五百美金，佫做袂好，就唔敢开。我去甲看讲啊，小杨菩萨，啊你唔敢开，干那走一支讲出来，伊嘛无水通用，安尼有甚物意义呢？讲若像安尼，后摆像安尼，就免考虑，佫佮开落做较好。结果迄个钱做较好，将近要到一千块美金。所以我先把这抓起，甲了解讲，迄钱啊，无行情，无一个价钱，无一个固定，嘛要甲咱各位大家菩萨了解。像譬如讲，我去讲迄个第二重灾区，迄个所在叫做伯格雷，这个第二重灾区。我去到遐的时阵，是要去关怀遐的平民，看因一个状况。结果当地啊，有一个这个小杨的这个亲戚，伊就甲我讲，叫一间寺院。一个法师办过年，义务在咧教育在过年，但是欠水。伊讲啊，原本无水，讲有，但是原本迄支碰浦吼，迄支抽水井啊，因为风太过了受污染，迄水内底拢种感染有毒素、有细菌、病样的。那么我就去甲关怀者，关心者，关心者了后，去甲看伊摕一罐伊迄
抽出来水，我讲哇，规罐拢黄诶，啊，看了真心疼。诶，结果我去看因咧教学船，外口摆一卡水桶，我就摕伊个杯啊，甲倒一寡水起来看，诶，啊，这水清诶啊！我就问讲啊，这水是为倒来的？各位，你们要看卖，迄啥物水？哦，有人要会着。伊近年迄个主持个讲，哦，这是最近拢有落雨，渗起来雨水，啉雨水。哎，我听了心情很好，我马上交代邻居是，这个钱无论如何，搁较贵都爱甲做。迄高里内底四五百人，挂出家属，挂出家长，拢讲大概可能四五百人。那迄个钱在乌外深呢？一定讲头爱五百英尺，头前迄支较乌三百，这支爱乌头五百，因为啥物？伊迄水源拢受干涉，爱乌遮尔深。所以迄支钱我甲估计呢，恐怕嘛爱开咧头1500块的美金。所以伊阿咧做钱啊，无行情啦。这互咱大家知影，那我讲的毋是这個。我就是咧讲，拄只咧马斯加迄个所在出来了，那迄天落雨，迄个司机啊，经过一个弯，伊无注意到倒手边这边有一条水沟啊，佮靠过靠一个迄弯伤细弯，后倒手边后壁咧，就落落迄个水沟内底，落落去那边咯，就请村民来，大家来道丧，那么塞一波。阮人本来坐咧面顶，我甲因讲，安尼咱袂使坐咧面顶哦，咱可能爱落来，因为车去一边啊。阮怎啊爬过头前为江苏做遐落去，结果他妈塞一波嘛塞袂起。我甲邻居师讲，我互我落来，这鞋也脱开，我落来倒上，讲啊无安尼袂起来啦。因佫唔知影我啥物用意个款，伊讲我无够舒服，你落倒，但可能会想我无够舒服，你落倒就起来哦。我落去。我倒上，塞第一个袂用，我讲安尼袂用，安尼袂用，我就甲迄个小杨讲，小杨，你画一二三十上，一二三十做会上安尼，因为因头前无画啦，啊，就个人塞个人个安尼，啊，那塞迄只车就塞袂开。结果我来讲安尼袂用，小杨，你叫伊小等，画一二三。这小杨就透过翻译讲，意思就讲你稍等一下，师傅讲叫咱画一二三，有 one two three 啊，再上啊。第一个 one two three 上，迄只车已经铺起了一点啊。结果迄只车拢共塞头五个啊，六个我会记，迄只车塞起来，退出去啊，我会用起行。大概是师傅你真厉害，我唔是迄团结。迄力头做一遍启发，迄力才有力。那那算什么呢？无力。我在咧个上师个真是讲修行嘛，同款啦。如果学会道场，大家会当一心启发，一心一直咧只用功用命，真正加强念佛了。我想，往生的人唔敢讲每一个啦。我会当安尼讲，可能咱。将来要往生的迄、那个机会会提高足大足大，爱团结，爱用功，爱精进，力头爱集中，大家爱加油，互相勉励。啊，唔通大家当着讲拼啊，再要来吼，要拼，要加油。有当时往往上班啊，就是拜第一天就去当着安尼。咱慈善供养组的林居士就是讲，这做善法嘛无简单，常常当着状况是对这真艰难啊。有影，行，我唔得讲行菩萨道加简单，行菩萨道爱无怨无悔啊。但是咱毕竟凡夫，迄是咱附带做的，一年会当附带安尼做一遍的，咱主要靠着这个多。一心老实用功念佛了，那么是一心老实用功念佛爱干哪？咱各位在地爱专心导念吧，和迄个力头造出来，迄、那个气氛培养出来。咱这么讲氛围啊，
迄力头呐，只要走会出來，就是敢若参像咱咧，我咧刹个车一掀起发的时阵，迄力头就强嘛，就大。那如果大家那是散散，拢无要用功，这个念佛堂甲各位讲，伊就是安那，伊就是散散，散散散到尾啊，扎完就是啥，扎完就是规个散去啊。虽然有人念咧哭，哭袂活，因为这大众大家无一心嘛，伊嘛哭袂活，终究到一天，伊就散去啊。所以希望咱各位大德菩萨啦，利用这个机缘啦，起码目前咱还够有这个缘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恁大家肯真正一心来用功啊，七念佛堂一旦培养起来啊。所以我最近我要出国以前啊，我就请庄严妹来，讲我家己想要。从咱香港净宗学会组织的，定改组过，定组织过。我就画一个简单的组织图，因为这组织拢陈德旺做的呀。我讲你安尼甲伊讲，伊就知影要安怎做。我就画一个简单，伊就教的。我回来了后提我讲，确实做好。但是我伫咧净慧灵机的时阵，搁咧想这代志，有欠款，唔对。回来了后提我讲，我就知道。马上又叫他修改，我不知道陈居士有拿到，有缘把他修改一下。组织修改过了，我不知道能将这个组织改变。如果这个组织来能改变，这个学会它会向上提升。如果这个组织没改变，这个学会可能上改革是保持这样的。因为我们的重点在这念佛堂。那么念佛堂伊要带动的开，我嘛知影，伊内底一定爱有法师，有出家师傅啊。但是咱即卖出家众就干那三个，每一个人的职务拢占这么多，因为每一工除了家己的代志爱办，剩的干那办这学会内底这行政的这代志、行政的事务吧，因根本就几乎无时间通啊念念佛堂。连拜五拜六，我看因啦，伫咧领奖，除了困佛未走的以外，连坐念落去，因都爱走出来办代志，因为做些代志爱办爱念咯，爱利用迄段时间。总务局一边上盖坐的相机组，伊爱利用迄走落去相机，走落去看东看西。法务局这边呢，悟生法师伊上盖当啊，就是印经啊，一挂在行政事务助念做起呢，等着等咧这代志，拢爱办啊。伊嘛爱走出来办代志，无办法好好地念佛堂领众修行念佛啦。所以我就想要甲改变，看会当互因两个法师啊，完全心全意投入去念佛堂，投入念佛堂，看当从这念佛堂啊，甲拆开，看会当咱各位同修大德去念佛的力量，愈来愈集中，愈来愈强。如果呢，迄个力道呐强啊，大家一心一意都是用功念佛了，迄个念佛堂迄力量呐强啊。我得甲庄，我要出国之前，我得甲庄居士讲，净宗学会伊个重点就是念佛堂，念佛堂呐踹开，道风呐好，道风如果好，学风如果好，道风学风呐好，这个道场伊就起来。那目前呢，甲各位讲，就是勉勉强强伫咧经营啦，这不是真正真理。目前呐，唔是真理上的一种道理，所以要改变，要改观。当然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啊，大德菩萨是不是要配合呢？迄个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唔肯配合，我嘛无办法。所以嘛，咱各位大德菩萨啦，也是迄句话啊，佛祖伫咧无量寿经讲的，利用咱家己心嘛，身体也阁会使，也阁好好，何不于强健时啊，努力修善啊，趁起码家己身体也阁好好，也阁会使，
跟用功跟修行啊。啊，总是敢敢无敢拢要等甲医生判决啦，讲绝症啊，无效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才要来用功嘛。哎呀，有时阵往往上万呢。我今仔日讲的这个菩萨，伊阿个还好，伊平常时就真用功啊。所以伊咧面对这个代志，我看伊阿个很坦荡啊，无感觉。伊心里要等，干那要等来西方极乐世界，佮替家己欢喜，我会当紧等来啊。时间到，我要见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我佩服伊啊。这种的精神跟毅力不简单，有很多东西代替，我跟你说，奉教你听到了，怎么脚软去的，怎么软脚，惊一个不知道要怎么好。你可以成为这么潇洒，我看也没几个人。我们听到什么绝症，医生跟你说很麻烦，听这个菩萨说，医生看到他那个病，连说话都不说话。面色凝重，唔知咩人讲，伊佫甲医生安慰讲，医生唔讲，那拜一来做切片吼，会较疼一丝啊。伊甲医生讲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阿弥陀佛通啊哭。医生苦笑苦笑，看伊看着他苦笑。啊，伊讲这句话对唔啦？对啊。你看，伊讲伊有阿弥陀佛通啊，安尼故意。我阁直接甲恁讲，恁若真正带着这种病，恁是要靠医生，还要靠阿弥陀佛啦。好，咱讲到这就好，今日的时间到，后礼拜咱再阁继续。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阿弥陀佛。